牛裤条，啥是牛头？这咱这个没有添加剂，是一对的，是原汁原味的，一条一条的腿了，牛爪，对，牛肉，这一锅里边能盛多少碗？这一大锅，那我嗨了，是的，那么多汁吧？ 那他没味儿的，这一大锅。那这里边基本上一头牛是吧？啊，这就这几头的牛，没一盒添加剂，清汤的就是。这不是加上那个添加剂部队那个清肥那个汤，这是。像你们这个汤，这一锅要煮多长时间呢？煮2个多小时，将近3个小时。 俺这穿的，这个牛蹄儿，这个它不带那个皮的，85现在。它部位也不一样，价位一样不一样？价位也不一样，大部分喝的是牛杂汤，他们一个牛一头小伙，他就这么掺，有软有硬，还有软有猪肉有葱，还有咱们有两个的。就是基本上都是85是吧？哎，对，基本上都85。 现在这个牛，这个牛油呢都是牛骨髓油了，把骨头熬出来的。那像你们这边喝都是全牛汤是吧？全牛汤。那像这牛蹄了、牛舌都可以要。哎，都可以。想要什么，吃到那儿自己在牛哪的地方有，想吃哪个地方有哪个地方的。牛骨髓。那边那个是牛鼻子哈。哎哎，牛鼻子。一会儿我就把皮了。 你还能做不呢？好。 这一碗多少钱呢？15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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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别实惠。反正经常过来吃，这边那个肉给的也挺多，味道也不错。然后还挺实惠，这个饼都是免费的，想吃多少吃多少。对，小菜都是免费的。哇！想喝牛肉汤，来吧。 这边管饱，像咱这卖这15块钱这么多肉，饼和咸菜还不要钱，挣钱吗？你看还厉害的，咱货就贵了，就没牛肉，肉酱肉的没有你强了，咱们大饼是自己烙的，那个小菜大饼都免费。 这个鞋不算秤里边是吧？哎，鞋不对称的，免费的。因为自己家是来的牛嘛。啊？这一碗平均下来就是15块钱。15块钱。 这个汤是不是你们不够喝，还可以添是吧？哦，这是15的这个牛肉汤，我只要了牛肉。它这个牛肉煮的特别的烂，而且不柴。 它就是那种牛肉的原汁原味的清汤。咱家的牛就是，首先第一，那个不长水，干牛，把血放完，把血放好，它牛肉不放香不香好吃。那要咱就搁在这儿，也没有干没有皮，均匀含的。
没有留面了，让他结婚就是。十五百钱，小两百，大饼两百。那前面的大饼还挺好吃，那结多了。对，八种小菜都是免费的。他这饼都是他自己打的，特别的焦。自己吃多少切多少。